天这辆车不知道装的是什么，污量好大呀，全是灰尘。爸爸，爸爸呜呜，爸爸爸爸，爸爸，好了，洗漂亮了，那我们擦点油啊。呜，宝宝看着看着，呜呜。你这么开心啊？今天爸爸接你回家哈，七八天没见爸爸，想不想爸爸呀？呜呜，你不准哭哦，你哭了就把你卖掉哦。啊，呜，要等会儿，把我媳妇还有我小孩接回家，哈，还是接奶奶哈，接爷爷哈。啊，呜！我小孩早上特别开心，早上不怎么哭。呜呜呜！那现在已经到了我们这边的县城。刚好这边在举行那个广场舞比赛，然后去看一下。那边有人在跳舞啊。这里就是我们县城的广场了，现在有人在排练舞蹈。这个地方就是正式比赛的舞台，好多人在这边围观啊，咱们也过去凑一下热闹。哦，有人上场了。卖书啊，买两本书送五本，挺多人在买的。现在已经回家了，宝宝回家了哦。今天我老妈买了一点黄瓜过来，买的黄瓜不是做菜的，是专门直接吃的。这黄瓜呀，我家里边的人都爱吃。你倒把这我摘。妹妹，Thank you.